为什么空调能让屋里变凉？哇，好凉爽！哇，好舒服！妈妈，为什么空调能让屋里变凉呢？它有什么秘密武器吗？空调的秘密武器叫做制冷剂，它能快速蒸发，带走热量。室内的热空气进入空调，经过空调里的蒸发器，里面的制冷剂蒸发带走热空气的热量，在吹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冷空气。那制冷剂蒸发掉了怎么办呢？蒸发过后的制冷剂变成气体，通过室外的压缩器和冷凝器加工，又重新变为液体，继续回到蒸发器里工作了。哦，原来制冷剂在空调里是这样工作的。小朋友，你知道为什么空调能让屋里变凉吗？ Nice cat， 点击订阅我们吧。